他对人就是忠厚老实的人，他在做事情就有尽到责任，真的很感恩啊。他很爱帮助别人，我讲我足福气的，我嫁一个翁叫善良。心目中的美容妈妈啦，嘛可以讲啦，伊就是很热心，也度足济人咧。每一项伊拢很积极，听到电话讲我若无办法，会去袂记哩。日本政府在1927年所兴建的新竹祖厅，是新竹市政府的办公所在。这个建筑物是固定的古迹，正在进行修缮。工程公司特别邀请古迹修复的专家，就是曾经参加修复真多真有名古建筑的临时，来到工地现场。像总统府啦，吼，个陈德济老师傅是延平北路啦，吼，那个泰山明治试验，还上早期的迄个首次的修筑的试验啦，首次试验台湾，吼，花莲迄个清修院，嘿，拢有做，啊，佫别个，啊，佫做，想无起来嘛，佫真侪位啦，嘿啦。这后百有一两百年的历史，啊嘛有几十年的历史。即卖现主席来这个新竹的市政府，这嘛要将近要一百年啊，应该是有啊。无够吼，我才透几分。这个动作形状，这个粘度应该是粘度会用，但是要有较重啦，水伤济吼。你得个烫火较夸张呢。我们找了很久，才找到临时师傅来帮协助我们来做这个天花跟墙面的这个灰墙修复的工作。大概100年前，它的使用的材料就是灰，白灰，就是我们的石灰，还有我们的麻绒，啊，掺杂一些沙子。一般的泥水匠师是泥做匠师是做不出来的。一定要有这种传统的、受过这个修复的这个技艺的传统老师傅，才有办法做到这种程度。啊，那我们做这个古迹吼，拢安尼感觉讲是敢那咧享受咧，嗯。当然，佮有感情，迄本来古早就有感情伫咧啊。那后尾我就来教，袂干部，绝对袂干部的。所以，我连咱两三个囝拢甲接，都有接棒人啊，嘿啊。这个日式建筑常常会发现有一些线板，好一些线条。那粉刷的时候要木质模具去做一个塑形的工作。那老师傅呢，他的这个巧手，就是在有时候在你缺少工具的时候，他一双巧手就可以把这个形就可以做得出来，而且非常漂亮，跟形状呢，跟你原来的这个形啊，就一模一样。国宝级的古迹修复专家林石所传承的，唔那是真好的手艺，伊也是做者志工，常常甲人分享好话。他抱着很愉快的心态在这边工作，那相对的这个就会渲染到我们，会影响到我们现场的施工人员。他常常也会用一些近似语来开导我们啦，吼，就是哈，比如说他曾经讲过，就是有心就不难这句话，那这句话在我的工作上给我的帮助很大，因为我们的工作事实上是遭遇到很大的挫折跟困难的。那老师傅呢，他常常就说啊，有心就不难了，这个不难做，很好做哈。然后我们就觉得哦，这样很好做，所以我就整个心就会放开。他们都来家讲来看厝看卖，看伊修理了哪，啊，无伊即马家己足独立的啊。安尼吼。嘿啊，足独立。安尼真好啊。嘿啊，足独立的啊，啊咱。甲卡嘛。做啥？咱来关心者。嘿啊。李先生。我进来了，李先生。哎。哦。高照。高。
你家亮，你有穿那小的无？有啊，好坐坐。小的，啊，小的，啊，啊，今仔做到向个咯，无去捡二爪。啊，无去煮人吼。有啊，啊，这输这金蕉吼，伊家己种的。家己种的。嘿，真水吼。嘿。有够高无？有啊。吼。今仔日临时甲同修陈美容以及洪氏志刚做回来拜访，本来是照顾好的李荣才引导。这间厝在今年外前，曾经因为洪灾李损坏，当时也是由临时甲修缮的团队帮忙调建的。感恩啊！不修理。只不过伊若甲我叫，我嘛就一定会去。啊，若反正伊无甲我叫，我知影我嘛会主动去。咱就是爱有同理心啊，因所以把人的厝顶当作是咱家己的厝顶安尼同款啊。你若有咧漏水哦，是真会去啊，嘿啊。林氏师兄，伊是一个较木讷、较迄个内敛的人，啊，毋过伊做代志足脚踏实地。啊，只要按家若讲有讲到讲。啊，厝都爱修缮，还是讲都爱去看卖，师兄义不容辞，马上就教阮去，啊，就安尼来报一下安尼。1987年修建委员编号877号，临时是彰化地区的资深委员，做建筑60多年。为了好照顾好有一个舒适安全的住所，伊用家己专业精简的个标准来施工，也发挥高度的环保精神，建材该爱拆就拆，该留就留，绝对无浪费。哎，大伯，有你们真好，我送他过去。过来，过来，过来，把你家的水果。过来，过来，过来。现在这个天花就是个了后，佮加强的，加强这个结构，才有办法通把这个面顶的屋顶啊，做会当齐全来到家，安尼啊。这个旧的，吼像这个旧的吼，这个一支这叠啊吼，叠起迄个是规叠啊，佮老的迄个是讲会当佮利用，啊就佮利用安尼。迄支就是咱的南洋，吓迄个进口入来的茶啦。但是唔是完全总共听起来做新的安尼。即马是这间哦，顶着风台有弄一个小仔叮当啦。叮当哦，不要紧，搁瞧一下就好。哎，搁瞧一下。哎，后边边还头上边。呀，好，好，好，来来看嘛，来来看嘛，来。好。安尼看到。好，安尼接啦。嘿，不要紧，接安尼，接遐无搬安尼，真简单，就悄悄啊，就好去啊。这你。过几天啊，我就随时来给你修理好。好，你今天风足大，啊，所以过两天啊，吼，较好天，树影来给你扛起来。好，好，啊，请我修哦。我想你讲是后生，不是囝婿。20多年前，上林来河边吼，仁爱学校吼。看一位车有车祸，有一个囡仔的时阵，啊，阮同事的吼，叫我去换制服，哇，啊，我来感觉讲啊，穿啊这么舒适，啊，敢若要做囝婿嘞，啊，然后，迄阵啊，甲上林同群上，迄个阮的同事，他将这话伫咧甲上林讲。我上年讲，唔是，迄是后生，唔是囝婿。电话讲两遍，讲迄是后生，唔是囝婿。啊了后，我一路安尼伫咧转来的时阵，咱哪行哪，哽咽吼，啊嘛足感动嘞，因为一个老母才讲，拄啊才往生无偌久安尼。对我的影响就是，以前有做过错的，最后随时会改掉。以前分烧酒，别人拢大人拢会晓。礼拜就慢慢就一直改进，让人安尼妈妈的心安尼甲咱爱吼，啊，我就将我的本心吼啊，敢那向上林尽孝顺呐，甲上林吼尽孝就对啦吼，吼不管是到倒位看有啥物通啊做，咱就自己要补位吼，
而不请自私。有好食无？讲阿公啊，你有够赞，啊蒸啊才好食，哦，足赞的好食。临时甲陈美容不管行到倒位，拢会当发挥爱心帮助别人。因邀请亲戚朋友来到南投中寮山区的一个柳丁园，除了是踏青万之歌。更加想要帮助的是在辛苦种田80多岁的果农。那土卡那地遐坐伫土卡，这款嘞吼，够啊，够，时间够，够啊，最好能够啊。哦，时间够啊，就对啦。时间够，哦，啊，唔足拍算的吼。哦，阿公，你会知跩人来，你拢无熟悉吼。无吼，敢那损晒啦吼，阮亲我吧，亲啦，吼，啊，遮拢亲的朋友啦，啊，阮讲要来遮尔，大家都讲要缀阮来，诶，上好，诶，对，唔赞啦，你上欢喜吼，诶，足，我看恁俩真来，真欢喜，真诶，啊，叫阿祖，阿祖，吼，你啊，哎呦，阿公都欢喜啊，即若讲安大只咧做，伊嘛会晓做。看几年就会晓啊吼！对啊，都嘿，今仔日吼带这阵人来嘛，要甲你买柳丁啦。一人摕一挂送你食咯。啊好啦，啊卖买啦，嘛要甲你摕当食，啊嘛爱买啦，有人叫阮买啦。哦。讲恁的柳丁赞好食啦，诶，进前因为你特贵吼，阮有甲你倒销，所以人食这人搁再赞。佮叫阮要等伊时阵甲大单。有人要再赶到。有啦。伊讲哦，明年吼，因要来甲恁看看咧，啊，恁再照顾，啊，因收成的时候，我一丛偌济，再要甲恁买安尼啦，啊，因会带因的家属来办啦。有诶，一丛加100斤，嘛有诶，一丛加200-300斤。哦，真诶哦，嘛袂标准。爱算斤诶，才有标准。哦，对啦。正常诶吼，有诶较贵。嘿啦，较细丛诶，讲安尼有理啦吼。安尼无要紧，因都看伊要讲要几丛，啊，再万去外，趁外冬再提偌济钱，安尼较公道啦吼。安尼较公道。这阿公心不正好，心正好，足良心嘞嘿。再来块豆啊头，差用到一半就好。临时加陈美容两个人对我行善自好，对待也是以爱以善团家。固定每礼拜六的暗时是三代之间的家庭聚会的日子，大家幸福做会做菜，气氛真正融洽。安尼美好的伦理关系是传承做传统大家庭的美德，以及阿公阿婆两个人的信教加感教。结婚就是妈妈说要顾家。就是听话，就他们我进来的时候，他们9个兄弟姐妹的啦。啊，因为最小的小叔是8岁，要帮他洗脚啊。以前就这样子啊，啊要洗一家人的衣服啊。朋友是给我这样子，为什么你要适应这个环境？那么多人，你一个人吃多少？可以搬出去？我说不可以，他是大儿子，我不能搬出去。那他们都很喜欢我。啊，那个小叔他们都很疼他，我的孩子都他们大大的啦，我没有再带孩子的，只是会工作而已啊。以前我不用带呢，因为四个小姑啊，4个小叔啊，啊，大家都收钱抱啊，唔免我抱。小时候印象中没有跟爸妈在睡的，对，都是跟真的耶，是这样子的。啊，就是跟都姑姑啦、叔叔这样。哦，对，教孩子就教说哈，姑姑还有那个叔叔也是。爸爸的同辈的，他们都是你的爸爸，就是你的妈妈这样子。纯天然的蜂蜜跟花粉，品尝一下。一家人哈，大的会疼他们弟妹啦，啊，弟妹都会尊重他。爸爸这是一个个性，迄个人爱饲他的哦。哦，真的哦。
你哪样咧加油跑？在这里，可以啊，这样子自然啦、啊。谢谢噶，谢谢噶，囝嘛爱噶，谢谢啊。阿文要紧张张。这衣服。赞，赞。好，亲家亲妈教育囝拢成功。来阮家，大家领导都教足乖啊。啊，来阮家，大家都足乖。啊，阮的囝有眼光，啊，阮有福报，所以抓到是好媳妇。好啊，今日来来吃饭哦，开动了。因为爸爸已经也入慈济了，所以对环保概念很有想法。啊，所以阮哩依照阮的，我爸爸伫工地都用来分类啊，就是一些废弃物，他就是会把它归类。哦，像那个板模、茶、反茶、点啊 ，Q 下之后，那个哦，就是资源回收物。嘿，对，所以我们就会在这方面也会有一些哦，学习爸爸的精神呢、啊。你这家在写作业？这有机耶。小时候，当听爸妈跟我们说，因为人家要盖一栋房子真的不容易，可能存了一辈子的钱，哦，才去盖这个房子，所以他都说我们以后如果帮人家盖房子，都要很用心，哎，会有很多客人也会跟我们反映，就是说啊，你们真的帮人家做是很细心。我说没有，这是因为我们从小就是耳濡目染了。我们讲啊，这材料吼啊无用啊这。真浪费，一个用不完，啊物件拍算掉去安尼，袂用讲浪费掉安尼个意思。这冬瓜卖半，吼，你煮只冬瓜足多，迄足重。这只香瓜，吓对，这两个，啊，这个啦。做新水卡波从来无停过，今仔日又过来到南投县南林李生院，两个人把握时间做义工，家人结合缘。休息就懒惰啊，不要想几岁，会做比较重要。人就是这样子在驾驶的啦。无感觉家己是大材小用，临时为修身工作不停的奔波忙碌，将伊当作是有意义，而且是快乐的代志。有时候会说啊，你要挂手套，我没，不过吼，我也是半开玩笑，是妈，也是真实的事情。这妈妈后来的手套永远不会坏的，手套不会磨损啊。讲无论做咱兜的还是。阮家己的迄落也是去做别工配合，同款，我拢互伊叫下拄啊好，莫讲空气收缩啊材料，甚至我无用，安就算浪费掉安尼。人要去一块厝，就是辛辛苦苦安尼打拼的吼。啊，咱虽然是讲伊互咱包工带料，啊，咱嘛爱家材料欠吼，无迄人迄钱是拢啊真辛苦安尼得来的。无浪浪费就对了，吼、哦！老天公今仔无甲恁疼痛，咱知影要来遮好伊就安。青天。从我嫁进来之后呢，我看到的公公婆婆就是他们除了本身的工作之外，然后多余的时间就是在付出，做有意义的事，然后都是在利益人群的事。然后虽然一定工作之后一定都是会累嘛，可是看他们在当志工的。当下他们的心都是很发喜，其实那时候我心里面有默默的想说，怎么会有这么静静的公公婆婆。他们很发心，我们大概在民国71年的时候，他们两位就开始在扶持了。只要是跟修缮有关，跟建筑有关，他一定随叫随到，非常的发心。要造这座塔的时候，都是因为临时他们，的因缘啊，他的二儿子啊的延期啊，
哎呀，使我们造这座塔也是都没有任何的障碍，很快就盖好了。请上人传承福慧红包。住这大家庭有个欢喜甜点，林氏和陈美容平常是不但是自己做好事，也希望好事大家做会做。家庭成员已经有十几位受证，今年又加了两位的亲戚来做住这委员。我是从1976年就进来慈济，就是也是邀约我先生来参加我们慈济。到了慈济，因为会影响媳妇啊，媳妇也是啊，也是我们慈济人，还有我的小姑啊，那再来就是我的儿子，大儿子，还有我的那个舅舅，就是我新妇哈，弟弟，那个亲姆马龙利吧，啊，不是干那做爱人啦，也个有啊，有的在花莲啦。哎，花莲就是我女婿呀、啊，还有女儿也是在花莲受证的。大家进来这个慈济的大家庭里，我最高兴的，感恩。我父亲，他是喉癌，那时候检查出来是第四期，对，然后到过世，在这当中的话，那一直也是有慈济人来我们这边关怀，然后到他晚生的时候，也是很多慈济人来我们这边帮他助念。我们家人就是因为受这种感动，然后所以我们陆续也都成为慈济人。将生命运用在为人群付出，临时加陈美容每天把握时间做好事，30多年来无间断。因清楚家己的人生价值观，就是要做会牵手成就踏实的人生。对，有时候会谈到慈济哈，晚上啊谈得不睡觉，我说好，明天要工作，不要再谈了。真的很高兴，满心的欢喜，去做就会欢喜。也是互相鼓励的，再继续做下去了。